一心受一情变卦，一世魂魄无留名，啥人做到无分无怨的运命？叹一声，心事百心痛，什么是输赢？一盏过一盏，一山过一山，回头一个看，回头心足痛。一寸笑声。哼，这么重要的私人文件，我敢有可能放伫咧遮是？我着知影你会转来。为了文玲，你一定会出卖我。好了，那你讲，你到底爱我怎做？你请我维持关系。要维持美满的婚姻，要付出代价。假使我甲咱两人的关系讲予王邦雄听，你就你甲文玲，敢还阁有法度维持婚姻关系？哈？那呢，我就将咱是爸仔囝关系。讲反对，你想要破坏我的婚姻，那你敢管？我嘛会和你心爱的人离开。你安尼做对你有啥物好处？啊？为着文玲，你甘愿放弃咱马上就要得到手的海邦企业？我跟你讲，你若希望这个代志拢无发生过，你就该想办法，把文玲手上所掌握的证据给毁灭掉，安尼你就无法度讲。是你出卖海邦，就算讲倒一天伊甲啥物人讲，也是无证无据，空嘴无字。对你来讲，你想要挃的是海邦的事业，严格对我来讲，海邦搁安怎啥人，也无比文玲较重要。文玲就比我较重要是？无唔对，文玲对我来讲，就参像赵志英对你来讲同款的重要。多少？你这一生中。离不开的感情是啥？就是赵文英。你离不开赵文英，就参像我离不开文玲同款，敢不是？你就是文玲，已经原谅你啊，是？卖戆啊啦！伊今日甲你好好，目的是为着啥物？为着要套你的话啦！伊摆你讲，你到底还阁做偌济对不起伊的代志？你唔通戆甲就是讲，恁两个已经恢复感情啊？你就是这么感情用事，今这代志才行到这个地步啦！你今嘛免想要继续破坏我跟文玲感情，我已经决定个代志，我绝对袂阁受你的影响来改变。你若继续孝顺，要霸占海邦的产业，我无法度跟文玲做伙。那呢，我咪让你无法度跟赵文玲继续生活到底啊！你来去，这一届我是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杨哥，你莫想要伤害文玲。假使讲文玲发生任何的代志，就放你走。
像姐，我有炖鸡汤啦，在电锅内面。哈，啊你哎，跟你啉哦。我有代志，先出去一下。再见。一透早啉鸡汤，敢袂受饱？伊吼一定是伫迄号温中啉的啦，啊惊歹势，加啉一寡互咱啉啦。我才无参像伊遮尼好命嘞。啊，你嘛唔好，拢想要歹去啦。即阵伊咧保证吼，嘛真骨力，甲咱斗做代志啦。啊嘛表示讲吼，伊想要改善伊甲咱的关系。你对伊的态度，敢有需要遮尼歹？妈，听你安尼讲，你若参像已经接受伊安尼。你是不是袂记起你要离开王家的决心啊？嗯。尊公，你的决心无够坚定，也是已经动摇。你两早甲我讲，我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啊。好啦，阿无我先来上班，哈。拜托的好，你莫来逐工来遮。嗯，啊，我是关心你的身体啊，啊，你逐工伫外面食物件，我会烦恼啦。我拢是几岁人，我唔是囡仔，我会晓照顾我家己的身体。这个时阵哦，你唔都爱乖乖哦去保证的内面，等阿淑芬来甲你找家。我会留伫保证，是为着要等你回来呢。今嘛，我就知影你伫遮。我要跟你做伙。这小芬，小芬啊，哪知影讲咱两个斗阵啦？伊安怎想？哦，我到底有啥物好想？我跟你讲，你甲我听好清楚。万一啦，小芬啊，若心肝了瘫了，若唔插我、唔接受我的时阵，我也同款哦，无法度跟你斗阵生活。安听得有清楚无？公司最近安怎？有啥物代志？文中啊，拢处理了真好啊，而且啊，伊有毋捌的，会去请教文广哦。哦，啊文广安怎讲？其实我之前哦，对文广的想法，确实有点仔偏差啦。嗯。哎，我感觉哦，文广哦，伊人阁袂歹呢。文中哦，去问伊哦，伊拢袂看薄哦。我早就甲你讲。文广这个囡仔袂歹，你都唔相信？我讲安尼，你过去哦，去甲文广开嘴，叫文广等海邦。有啊有啊，我有开嘴啊。嗯。也唔过，文广伊都无爱插我，无爱甲我讲话啊。这就是哦，你无够诚恳。哎，啊！你这次去报证的目的？嘛是想讲要监督淑芬甲文广，啊，若亲像你想安尼，文广假使哪会当转来海邦上班，以后文中都毋是海邦总经理啊，啊，文广若倒转来海邦，安尼你敢会感觉？哎哎呦，莫讲遐尼济啦，来来来啦，用鸡汤啦，你嘛都无好啉吗？你怎啊想要啦？用鸡汤来塞我的嘴？唔是啦。等你回来后才讲嘛。来啦，啉鸡汤啦，来了。我家己来啦。唔，进来。啊，烧啦。要几点嘛？到恁一搭好无？要几点嘛？嗯。袂用啊，我挂等于幼儿园啊，小朋友困中到底要起床啊。是哦。嗯。那不过到文林约课完嘞，你真正袂等恁去？真是哦。就想要去的，啊不过我今日当趁中到，先出来街道三工。知影文林今晚怎？伊生日迄天哦，伊激动只狗惊一条。是啦，所以我们才想讲，当面甲伊讲一下。安尼，你嫌咩啊？讲话，
我在场，伊可能无方便讲啊。快紧啊，我卖勉强你，阿无认真啦，好。好，那么我送你过去。好，好啊。二娘一透早就掼鸡汤出门，伊即摆哪位才出来？敢讲爸就住喺这间饭店内面？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谁着爱阮寸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管是苦也是甜。茉莉。歹势，我等较久啊。你即摆咧无用出版社的代志，啊，恁经理佮你顶啊遮尔闲，你有目睭压力，啊，佫是该叫我出来咯。无啦，还是想讲吼，迄天你生日发遮尔大脾气啦，啊，我甲我妈当作烦恼你。对啦，以后我甲你讲吼，叫你甲阿贤下暗做伙来出来食饭啦。我甲阿贤已经和好啊，无代志啊。伊是安怎说服你？伊当欧新平的面讲，以后拢袂阁再甲伊浪费时间啊！你敢相信？其实伊讲在海邦的天台，你甲我讲完了后，我想伤济，无发现真济问题。啊，不过迄当阵恁两公婆的关系拄着紧张，我讲啥拢无啥好。啊，既然即卖恁两已经决定要和好啊，那恁有一挂代志，你是不是应该重新想清楚？你的意思是，无希望我甲阿贤和好？不哩，咱两兄妹仔拢是无啥敢去接受爱情的人。既然咱选择咱家己喜欢的对象，咱就用搁较侪时间去培养感情。我听到你甲阿贤，恁的感情不是讲一见钟情。那恁是不是短时间会浪漫爱情？既然恁即马已经决定要和好啊，无定着恁熟悉无够深，了解无够侪，那恁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熟悉？你认为阿贤还佮有其他所在很怀疑的？阿贤来台湾外国，恁若有机会牵着阮客户一条线。伊两个交往多久啊？伊两个什么款关系？其实阿贤在日本的时阵，就知影田母伊块土地的代志。伊本来就是负责土地买卖的工作。伊知影田母伊块土地欧新平有气氛，所以两个在日本就识识。不是啊，是阿贤来台湾了后，我去找玉兰的时阵介绍伊识识的。所以两个只是合作的关系啦。我绝对袂用让大兄知影阿贤甲欧新平是爸仔关系。啊，若无，大兄一定会否定阿贤的一切。既然因两个是因为你熟识，那了就无什么关系啦。既然阿贤即马知影回头啊，那恁两个某就应该为之前所犯的错误来做弥补。阿贤已经有在做啊。那你就好啦。阿贤骗你，你即马愿意原谅伊啊？那呢，我即马知影，恁是真正互相依赖。伊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查甫人，万应讲是我一世人的唯一。我无法度放弃这段感情。其实爱是化解仇恨上好的方法啦。既然阿贤拢向你坦白啦，你嘛愿意原谅伊。那你从即马开始，就莫阁去变故笑，莫甲伊计较。我会啊。你替我约一下阿贤，我想要当面甲伊讲一下。你要甲伊讲啥？鼓励伊啊。大兄，这件代志我打算隐瞒落来，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莫念，你要维持这段婚姻，我绝对会当体会。啊！不过咱绝对袂用个，无去提防阮客户一个人。伊甲阿贤交嫁，敢讲只是为着天母开花，这么简单尔？
也是另外一个野心。好吧，暗时唔通袂记来接工。文玲的手头，一定有我甲欧新平的证据。那呢，我就无办法过平静的生活。袂啦，文玲既然原谅我，我就应该相信伊，伊袂出卖我。袂用的，我得把印鉴和欧新平当这么一文件，我应该想办法两早将遐文件退回。行，等啦。嗯，你去倒啊？我去甲大兄见面啦，伊真关心我生日迄天的代志。伊知影我的代志啊？你阿在台讲的？我拢有甲大兄讲啊啦。啊，不过我并无甲讲你甲欧新平的关系。哦。大兄若是知影你是欧新平的囝，一定会叫咱两个分开的。是安怎？因为大兄认为你会甲欧新平交结。一定有其他的野心，不是这么简单，只为了天母的开发案而已。阿贤，我什么代志都会用对你坦白。阿你呢？你敢还有代志隐瞒我？文玲，我未阁有什么代志隐瞒你啊，多谢你愿意给我机会。从今开始。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会老老实实跟你讲。哦，大兄哦，伊伫个咱公司外口迄个公园等你，伊讲要甲你讲讲的。哦，那你不听，我即摆就来去。你坐，阿信来坐啦。啊，我头文玲甲我讲过啊，恭喜恁两公阿婆过好好啊。依然是大兄你替我讲好话，文玲才肯原谅我。嗯，跟我无关系啦，迄是文玲哦真心爱你，唔才有你机会啦。你甲我身边的代志，文玲嘛甲我讲啊。大兄，歹势啦，我是人牵牵袂走，鬼牵狂惊。才会做出这么多伤害你的代志，而且过去我对你嘛有足多无礼貌的所在，我伫遮向你发誓。我进前你甲我悔过啊，不过你并不接受啊。会约你出来吼，就代表我无将这件代志下心肝来啦。只要你真心对待文玲，莫让文玲受到伤害，所有我知的秘密，我拢下心肝来，我袂讲出来。大兄，多谢你。想做你甲文玲，拢肯安尼容忍我，我做爸爸，早都逼我离开王家，我才敢做跟上。因为阮拢相信人性本善啊，只要你真心对待文玲，真心悔改，让文玲得到幸福，阮遮做兄弟姊妹，拢会替你感到欢喜啊。无怪啦，无怪囡仔会讲哦，阮翁仔某的感情。甲你兄妹的感情是袂比的，阮兄妹的感情吼是外人无法度破坏这个事实啦。啊，你是文玲的翁，咱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是无应该互相欺骗的，敢不是？我知影啦。后盖海邦吼，搁爱靠你甲文忠斗三工，斗阵紧起来，加油啊！
阿兄，真正多谢你，多谢你到这个时阵哦，也肯安尼鼓励我。莫安尼讲啦，啊对啦，暗时吼，我嘛是讲叫你甲文玲到恁来阮家食饭。好，安尼我甲文玲提早到。啊对啦，啊时间差不多，我嘛要等下上班啊，啊你嘛好等下我帮，哈。好，阿兄，你快上来走。好，春芽。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舍得爱阮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阿爷，暗顿差不多要好啊，较紧来甲我碗底倒串串嘞。稍等下啦。时阵甲玉兰都还袂转来，啊！妈，伯啊，转来，你有看无？讲人人搞，讲鬼鬼搞。喂，无啊，迄间随便借人生囝，什么咧鬼？无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咧讲吼，啊，讲做就够啦。哎，即摆我伫咧讲因啊，因随转来啊。好啊。你讲我头饭桌啊，因何只因何讲啊？无你讲我饭桌拢拧伊啊啦！食饭。安怎？安怎想？妈，我有一摆无爽快，恁先食啦，我等下入去。哎，妈，恁某是搁食海马岛啊？是。细尊啊，啊，拄只你转来是乌白食什么点心的哦？无啊，阮下班就转来啊，要食点心吗？他这种三无身体啦，安那疼，安那保养。哎，嘛未水啊，也未肥啦，真正有够老呢。这种要偷要偷的感觉，哪会愈来愈侪解？敢讲？是啊，大娘，再过来就好了。会当看到你阿妈好，大娘足欢喜的。大娘啊，这么关心，恁都爱好好甲大娘说多谢呢。多谢大娘。哎呦，变啦，家己人说什么多谢？唔，哪要多谢大娘，嘛要来多谢大兄。哥，是不是说什么多谢？啊？哎，等下啊，大兄。大兄，是我文玲哦，要来你说多谢啦。就是你开炮，文玲，和阮阿公母的感情会当和好。两暝哦，我要好好跟伊啉一杯。嗯，啊，即摆手温呢是不要啉烧酒？是啊，你想好卖啉无？不要紧啦，等下我开车。我来捧汤啦，好，啊，你先坐。好，大家坐啦，麦克。小英啊，小受伤哦，卖啉伤侪啊。好，文娘，不然哦，先跟大兄和二兄一杯。来，来，二兄，给你。大兄，真正多谢你。阿信，你若真正要甲我说多谢吼，你就好好帮助文忠，将海邦捡起来。我会啦，大兄，你交代我的代志哦。我会谨记在心。嗯，文忠，你即摆是海邦的总经理啊，海邦内面的大小项代志，你拢要特别注意，上好亲力亲为，小心无成本嘛。啊，嗯。文玲，你即摆是总稽查公司内面的下巴，每一条你要看好清楚，看好详细，知无？我知啊。哦，你进来啊。嗯。哇，妈，这里啊。这里上爱的面粿。够菜哦！多谢。来啦，咱嘛爱见大娘干妈。阿叔恁阿婆感情愈来愈好。多谢。多谢大娘。
多谢。叫你卖啦！啊，你即马煞了，煞变三顿拢来。哎，啊，今仔日哦，请文玲、文忠、阿成食饭。哎，阮厝甲偌青草嘞，所以哦，我特别准备一个便当给伊吃。等你啦，等下我再家己来吃。老欢喜嘛！啊，文玲甲阿成好好，是喜事啊。即马伊两个少年无代志啊。来，我家己来。有好食无？这是我炒的哦，手艺袂歹哈。莫哈啦，搁哈啥啦？人咧吃电铃啦，看啥物人来啦。起来再送我家。哎，红哥，来，来家接了。你老婆离家出走，带来家，就是要闪避你甲我妈的问题。你叫林桂莲来阮家过幸福，要甲阮和解，结果恁两个煞逐天在遮约会。我红哥，请恁当误会，这样。我相信我亲目睭看到，林桂莲逐天安尼假神假达来阮家出出入入，就是咧搬戏阮妈看。啊，无恁即马到底是安怎？恁看阮妈心肝软，你著甲食死死，食伊教教，甲咧欺负伊，欺人伊哦。文公啊，代志毋是安尼啦，我妈是这几天才找到你爸爸呀。阮妈佫掠准讲你是灌鸡汤要去饭店啉，结果你是灌迄只互伊啉。你哪会当忍心帮阮妈一个人在厝烦恼？你两个当才欢欢喜喜，你到底把阮母仔当作是戆人，还是痟的？哥，代志唔是由你想的安尼啦，你听我讲。好啊，你莫阁讲，你两个安怎搞一点仔关系拢无？我想袂到，你两个竟然斗空，安尼欺负阮妈这么善良的人。阮妈是无你的份，啊，不过我绝对袂带人过去的征婚，让伊继续跟恁种无血无肉的人来。叫你莫来，你别来。啊，那是啥啦？胡淑芬啊，知影？我看，因狗是第四囝，有话无得讲啦。我嘛是好意啊，我唔甘你食外口的物件嘛。伊两个真正是一人教教，偏偏是阿母为啥差这尼济条，正替阮妈教做无计断。奶奶，沙罗，你拍算要安怎做？心内真乱。真气，唔知要安怎做才好，对无？我是咧烦恼啊！我妈若知影讲，
因两个用偷偷暗中来来往，我是惊讲卖用的开门，不是我都接受这个事实。没啦，因为阿母有信用啊。你感觉阿母是一直在受侮辱，一直在替娘，无原则的逆来顺受，无条件施舍别人。这吼是你对伊的误解。若照我看，我感觉阿母是了解家己，认清别人，知影进退。这吼就是伊的智慧，也是慈悲的表现。就是因为伊有无我的智慧，才当安尼无烦无恼啊。你认为我妈有伊安尼无烦无恼，是因为无我，无出去？对，我认为阿妹有我，是因为伊心肝内只有你。只要文公会当无烦无恼，伊就会快快乐乐。所以你的表现，得决定伊对这件代志的反应。你若重视，伊就重视。安尼也无当作一回事，我想阿母咪笑笑，家放袂记。细汉的时阵，我因为无爸爸妈妈，常常去用欺负。特别我若靠在幼儿园，伊就拢会甲我讲，等你生气、有怨恨的时阵。你当时莫学会晓宽容，甲忍耐。虽然吼讲比做较简单啦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你会当莫生气，莫发性地，莫去想这件代志。你不是讲叫上水雅静，是恁的？世外桃源。恁这查某真正是帮派啦、狗话啦、浅见啦，代志若互恁插中哦，规拢害了了。哎，真正是吼，真正是啊对，女人是祸水。啊，无你是连煞袂啦？好，安尼你顶骂落去，啊骂到全世界查某拢骂惨落，你是看我好欺负呀？阿勇啊，歹势啦，啊贵人吼。啊，烦恼你烦恼到安尼，啊，走来找我，啊，你嘛知影讲伊拢无啥物朋友啊。哎呦，我看伊吼，为着你安尼未食未困的啦。啊，我嘛足唔甘的呢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就甲你。所以即卖代志大条啊，即卖文广咧误会党的，即卖党的才是咧未食未困的。人党的是看会交代的，代志才交代我办的，你规党甲扯倒了了。真正的生鸡卵，无咧放鸡屎一大堆啊！等下，歹势啦，啊，你交代的代志吼，我无甲你完成啦，啊，看你要哪甲处罚，我拢愿意接受。等下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找文公，我总是真讲话听，我甲伊求情，伊应该相信啦。文公的个性，我真了解。这款的误会哦，我看是真歹解释。哎，进前哦，我嘛是误会，我出手较拍，到今仔日我才知影讲去哄误会心情。无紧啦，恁两个先转去啦，我家己哦来想办法来处理。哎，阿勇啊，确
出文公了，你甲小坤阿讲，安尼要安怎啊？文公这个囡仔，应该是袂甲妈妈讲就对了。这点我真有自信。我看这间饭店，我袂使阁住了。我应该来面对一件代志来处理。先生啊，对啊，啊，你刚来找我，讲要去我的房间困哦，都和阿伯想着你细汉的时阵啦。你若和恁爸爸拍吼，啊，你就走来找我困，这秘书和我等于少年时呢。哎，对了，这两天哪会无来哈？对啊，你讲什么和你等于少年时啊？是啊。哦，明明过来跟我讲话啊，后一秒钟哦，你就困到咕咕叫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什么你受不了？连我家己嘛受不了。哎、欸，我常常和家己的歌声吼，夹个气起来，你知道嗎？对啦，啊，结果你是走去倒关？去跟妈妈困啊。哦，不怪啦，你去跟你妈妈洗奶。也是你较了解恁妈妈，恁妈妈的人吼，惊软唔惊硬啦。既然伊即马对玉兰谅解啊吼，啊就无代志啊，办两年啊生吼，也袂慢的啦。伯啊，啊，多谢你咧。平常时哦，拢会替我甲玉兰讲话啊。我对恁翁阿婆袂输后生早嫁那滴看待。你妈妈吼，那天去找人烦，对恁翁阿母讲话哦，那安尼气呀呀，赤白白吼，哦，我足想要参照恁爸爸吼，手也咧对嘴边那个扒落去，哼，阿姨要唱手甲倒位，哈，爸啊，嗯，你若是真正给扒落去吼，你看阮妈安怎？哈，恁妈妈会安怎？我是唔知啦，那是我吼。我是去走路啦，我是尻川后马戏皇帝罔讲尔啦。其实吼，我嘛是唔甘呢。啊，别你讲啥？啊，无啦无啦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唔通互家己哦压力伤大啦。其实恁妈妈吼，迄只好爸母是抓过的啦，无啥物通好惊啦吼。咁真实嘞！呀呀呀！哎，妈，你等下，爸啊，伫个讲你吼。哎，哈哈哈！这阵啊，你都知影阿爸无到，搁伫个吓惊我。嘿嘿嘿，是不是？我对你妈妈吼，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啊！哦，爸啊，你很有常识哦，看真侪电视哦。妈，还袂好困哦。今天早天好好困啊啦。啊，你食饭饱是走倒去啦？文中吼，讲有话要问你嘞。无啦，甲父亲出去行行啦。哦。爱人嘞，还袂回来？啊，你是讲几年哦？你还袂回来啦？爸刚有偷偷打电话给你。恁爸爸伊若有打电话给我，我敢阁需要这么着急？伊若打电话回来哦，我会叫伊回来哦，甲桂莲带回来。真讲爸真正甲林桂莲带走，那你是要安怎？啊，妈，你安怎？无啦。我是讲真讲啦，毋是假实的啊。你有啥讲？爸若回来，甲林桂莲带走，你有啥歹讲？伊若回来，甲咱斗阵一家团圆。伊是属于桂莲的啦。林桂莲，林桂莲是惊后尾门被卖的细姨啊！你才是伊正娶的某，伊才是你的。啊，少年时吼，心肝内嘛要唔蛮过啦，啊，不过年纪愈侪吼。希望就愈少啦，这个想法咯，早就放下。妈，
你跟我斗阵出国，咱离开这，好不好？出国啊？妈妈也袂用讲英语，迄话袂通哦，我干那会增加你的麻烦尔啦。那恁咱去日本啦，你安讲日语，你当下我都想我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迄天你不是讲要留你在台湾陪我，我那向公想要出国啦。迄天，无啦。迄天是因讲胡永义无答应要交斗阵出国啦，我唔甘要伊。所以我们才安尼讲啦。啊，不过即摆院长哦，已经鼓励伊要陪我斗阵上山落海。我是咧想啦，只要咱三个人吼，有法度共心，咱一定有法度快乐的生活啦。只要无害帮、无王帮凶、无林桂莲，咱三个一定有法度想要过咱家己想要过的平静的日子。妈，这种安排。你敢无介意？啊，这种安排吼，对我来讲改变伤大啦。啊，我爱小考虑一下。啊，你敢有做着急，特别决定？无啦，啊无，你慢慢考虑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尊公，我阿妈知影讲。林桂莲甲霸联合起来来骗你，伊感觉这么丢大。那你爸甲妈因两个人感觉有可能好好。只有你，只要文公会当无烦无恼，伊就会快快乐乐。所以你的表现，就决定伊对这件代志的反应。妈，阿婆，我先拜休困，好。只好当作等忙啦。啊，你唔转去饭店找恁人，你要转来做啥？文公，你真正是误会我甲恁爸爸啦。我嘛是前几工才找到伊的啊。好好，你莫甲我讲这啦，我听袂落啊。既然这件代志哦，即马我已经知影，我就无可能结点点哦，让恁翁仔某继续来欺骗我妈啦。我拜托你，你即马随离开这啦，哈。我就知影，你一定会误会我啦。你若唔相信我的话，我当面甲你妈妈解释了清楚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阁安尼伤害我妈，我嘛无希望会知这件代志啊。你若失事无吼，鼻仔懵的，点点啊走，好不？恁爷要枉屈我，我嘛无话讲啦。只是哦，我若即马就走，连讲都无讲，啊，你妈妈可袂感觉真奇怪。啊，你若是无想要让伊知影，你就当作。这件事情发生了。嘿，你，我即摆是一分钟拢无法度忍耐哦，够你当只困一暝哦。我已经决定好啊啦，我即摆哦绝对无可能让你踏入去阮家一步的啦。啊，你若要甲阮妈讲什么理由哦，那是你的代志，你一定要想好啊，家己要打电话来甲伊讲，吼。不讲啊，你听我讲啦。卖乱七八啦，这招对我无效啦，有什么代志吼，等去找恁娘讲。啊，不讲，你卖安尼。哎，卖大哥。哎！出来！
你这帮鸡叔，我李三三走，拜拜。